善与恶的最终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只有凶拜拜，这边求神灵给你保庇。我哪懂这里？不是帮助，是合作。赵国忠到底是好警察还是大坏蛋？这两大够面子，真是够悲哀的。林泰不为人知的双重身份，到底会不会连累到允文？我把林泰的工作交出去，我就不用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允文会查到我。周晚上看完《龙飞凤舞》，剧情进入最高潮，请看《廉政英雄之法外情》。